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都一旦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点大声，人在思念，今宵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阿咱这网络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三八，现场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咱这个电话由阮小学董树林定庆的电话台八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继续看政治新闻吼。这个宋楚瑜访问这个中国，吼、哦，今日要来接见，不是接见吼。要来见这个习近平哈，来，咱来看内容哈，这是《自由时报》哈，综合报道。这个习近平对两岸情势将表达基本的这个立场啦。那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昨率团到达这个北京，进行为期四天的这个访问中国，也这个行程安尼啦。那么，随行也这个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伊个表示啦，今日早起将会甲这个中共总书记。总书记习近平下晡就甲全国政协主席这个俞正声吼啊来会面，并且共进暗餐啊，哦，这个暗宴啊呢。那么根据了解啦，
习近平将破路哦，透过甲宋楚瑜会面的时阵，表达对目前两岸情势也即个基本立场啊。那么宋的吼，伊在讲啊，可能吼触及即个服务的即个议题啦，吼，这是宋的啊，伊在家己在讲，有可能啦，吼，无一定是安尼啦。那么宋楚瑜昨昏伫咧桃园机场出发进前受访的时阵透露啦，这一回吼有可能会触及到这个服务的这个议题吼。那么伊伫咧讲啊，台湾是多元化吼，而这个社会啦是有本体性，特别是台湾伊的这个意识，公民的这个意识的这个社会啦。让大家吼，拢了解台湾将有助于如何促进两岸和平的这个发展。那么，伊就我最近有真侪学生伊的这个活动，吼，让伊吼真有感触到了，吼，看到社会对立的这个气氛，吼。伊毋是干那感觉讲忧心啦，吼、哦，嘛对台湾哦感觉心痛，嗯，毋是干那你咧心痛啦，阿芳都讲过，我骗你宋楚瑜搁较痛啦，对不对？我都不三时节目中我电话嘛咧提起啊，对不对啦？嗯，伊讲哦，大家应该互相尊，爱加搁较尊重啦，吼、哦，多沟通啦，我甲你讲，沟通无效。敢若有效沟通几十年啦，对不对啦？是不是有效无？无效啦，是不是安尼？啊，化病就病啊！啊，台湾的体制，甲台湾的人民的这个观点，甲党的，对不对？就是安尼，是安尼。尤其是民进党。那么咱所知影吼，过去这个民进党的啊，伫这个治理国家，伊国民党的有参与民进党的这尼啊，这尼啊激烈无？啊，有无？无啊！所以你这个，你做你家看，一个政党展现伊的这个涵养，哦，有涵养无涵养，敢那看就知影，对不对？过去的孙安尼啊，民进党的主政八年啊，也国民党的有参像民进党这尼啊，激烈在反对，激烈在迄个无啊，对不对？人因输，人输，是不是安尼？啊，民进党的有无？无啦。所以咱甲看起来就知影讲，伊的这个激政党的这属性到底是安怎就知影。所以民进党这人民在支持的，包括民进党员偏向啥？偏向暴力，就是安尼生啊。所以是安那阿洪都讲过啊，较早我当支持民进党的，是安那阿扁啊，当选总统了，过当年我就无支持民进党。对不对？阿扁所讲的话，啊，加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表现，哦，所以我认为讲，政党有成色，甲无成色，阿宏都替我看出来啊，是不是呢？好来，咱转来主题。那么大家应该哦，互相爱尊重，多沟通，多了解，哦，多化解争议安尼啦。这不是干化解争议，其实啥呐？其实是国，啊，国与国的这个关系。重点，终极重点，就是一只啦，对不对啦？你若普通讲安尼都无问题啊，是不是安尼？咱国内咧讲的，拢会使。但是甲大陆咧讲诶，即句都袂通啊，即句都袂通啊。人因有因国诶，伊即个立场啊，一定爱徛在啊。啊，咱毋是啊，咱是虽然一个国，但是咱小国，是毋是？尤其是在即个国际上，对毋对？咱是无名诶国家。虽然咱经济是有法度人甲伊对比。但是可惜，咱的国力，甲咱的国，嗯，什么，
这个国家跟咱的这个国名，在外国来讲，世界联合国来讲，咱是无名的。有的甚至是那其他国家讲咱是中国，一个一姓啊，对不对？啊，是安那样呢？啊，人因呢，人因中共的算安尼啊，伊的这个甲因各国的这个交配，人就是安尼想讲，哎，台湾就是阮中国的这一姓啊。对不对？迄是当时的时阵呢，啊，阮的先安怎安怎，所以到后伊服气了后，才走去台湾啊，对不对啦？就是安尼想。那么宋楚瑜昨暗的时阵呢，到北京首都机场，哦，这个北京机场吼，阿洪，北去北京吼，北去北京。那么，何在礼部通关了后，前往吼，伊、哦、的这个算讲饭店啦，吼、哦，大饭店，吼、哦。那么，伊简短表示了，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真好。随后的孙阿娘送的就甲在场等候的这个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进行了。暗言，并且举行会谈，并但是吼、哦，并无对外来公开啦，吼、哦，啊，大家孙阿娘在宴席中间，记者拢袂当入去，吼、哦，啊，就干那因咧讲啊，吼，啊，无人知影，所以无公开。而且孙阿娘食了后，记者要采访，无，阮这是吼，干那食一下饭的啦，无什么啊。那么中方主动安排宋的前往访问啊，哦，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宋楚瑜预计啦，八日将伫个北京大学举行着新书发表会顶头吼，那么说明伊对两岸关系的这个看法啦。那么宋楚瑜这一边。是应中方伊的这个主动安排前往访问的。那么根据了解啦，宋的吼，这回啊，甲目前的这个两岸情势，尤其是太阳花学运以及到反服务的这个浪潮，等等这有关系啦。那么当然啦，人因代表吼，这个价值袂歹。安怎讲呢？这个宋楚瑜算讲第三者就对了，因为伊毋是国民党诶，嘛毋是民进党诶，所以吼、哦，伊大陆吼、哦、邀请伊访问，就是要甲问伊在台湾最近吼伊诶即个情形嘛，啊，所以问宋诶，当然宋诶讲啊，啊，这安怎，这安怎，这安怎啊？你甲看，人因中国大陆。这种的这个价钱哦，在咱台湾是，会使讲什么呀？哎，当这句要哪形容啊？形容无，卖趁时间啦，哦。那么。根据了解，那么国台办的这个官员特别关心台湾条约对两岸协议监督这个条例，啊，甲公民投票法伊的这个情势演变安尼啦，并主动提出询问。宋的对这个学问的这个期间，哦，张的讲爱倾听台湾这个。基层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想法啦，表达肯定啦。哦，咱这个新闻，咱之前嘛有报过啊。吼，伊这个国台办伊讲要听台湾的这个声音嘛，台湾人民的这声音嘛，对不对啦？吼，好啦，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拜拜。